我们今天讲《金刚经》了哈。我们讲这个一相无相分第九。一相就等于无相，这是第九品，第九品。一相就是无相，这是第九品。这个佛问须菩提：“须菩提呀、一意云何？”须陀，再来这个字，三点水。那个读作还，须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须陀洹果不？这是释迦牟尼佛问的。须菩提言，须菩提回答：不呀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。不住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这一段我跟大家解释，其实再来几段都是同样问题。我们知道阿罗汉、是最高的。阿罗汉分四等，一个刚刚讲的入流是出果阿罗汉，须陀洹；再来恶果阿罗汉，叫做一来；三果阿罗汉。就是叫不还，四果阿罗汉，叫做离世，这是阿罗汉的四个境界啊。阿罗汉分四等，也就是修这个苦集灭道，阿罗汉分四等。这个佛问须菩提：“一意云何？”这个须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须陀洹果不？须菩提言：“不呀。”对，没错。你不能讲，我现在是佛；你也不能讲，我是菩萨。你也不能讲我是阿罗汉，不能讲，因为身在其中，那只是一个名啊，佛是一个名啊，菩萨是一个名啊，阿罗汉是一个名啊，这个须陀洹，须陀洹只是一个名啊。现在讲哦，我得须陀洹果不？我已经得到须陀洹果不？如果有一个人啊，修这个，他已经是须陀洹了。现在他又讲说，我已经得到须陀洹了。就须菩提讲，没有这样子的，世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。问你们，什么叫做入流？
什么叫入流？我告诉大家了，啊，不要我问了，因为这里也没有礼品，问了也没有奖品，你回答对了也没有奖品了，在山庄还有一点奖品，这里完全没有奖品呢，我请你喝一杯水吧。我抽屉里面有啊，我藏在里面了、啊。抽屉里面有鸟，啊，不见了，给人家拿走了。抽屉里面是鸟，所以我跟大家讲啊。答对了，有什么鸟用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入流呢？我们这个进到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大饭店餐厅呢、啊？前面不是有一尊吗？宾陀炉吗？告诉你，宾陀炉就是入流。宾陀炉就是入流，住世的阿罗汉，住在这娑婆世界的阿罗汉，都是叫做入流。我们这个流字啊，把它看成人欲横流，人欲横流，你入流就是进入这个水里面了。这条水是什么？五浊恶世。它这个叫做入流，住世阿罗汉叫做入流，他进到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，那么我们宾陀炉就是属于入流，入流的阿罗汉，入在人意横流之中，他是住世阿罗汉，叫做入流。这里很简单跟大家讲，为什么石头横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。宾陀炉虽然住在五浊恶世，他没有真正进入五浊恶世，他保持他的这个须陀横、须陀环的这个清净。他是清净的，他是清净的阿罗汉。虽然他进到了五浊恶世这个人意横流之中，但是他是属于清净的阿罗汉，所以等于是不入流。虽然是入流了，还是不入流。入流等于不入流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一般人他不会了解，为什么入流又不入流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他虽然处在五浊恶世里面，不受五浊影响。为什么不受五浊影响？须菩提就回答：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
是名斯多凡，他没有进去啊，他不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宾陀卢住在那，坐在那里，长眉尊者坐在那里，眉毛长长的，嘴巴打开，释迦牟尼佛在后面，啊，释迦牟尼挂的像在后面，啊，他嘴巴打开，啊啊啊啊！因为他被释迦牟尼有罚，要住在娑婆世界，他惨叫一声，啊啊啊！的白眉尊者，他不入色，跟大家讲啦。今天来了一个美女，进到餐馆来吃饭，他也不会两个眼睛瞪他，色眼出来了，还口水就流出来，这个猪哥啊，猪哥嘴巴就流口水了，他不会啊，他如如不动，很稠的进来，他也不会吓到。他根本眼中根本没有色，啊！你再唱好听的歌给他听，他也不入。他已经眼耳鼻舌身全这个六节啊全部关闭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节全部关闭。这个本来修这个就是要关闭这个六节的，你看那个荧幕上啊，就我们的这个宾陀卢在那里啊，宾陀卢的岩洞，据他在灵山修行的时候，他的岩洞距离这个舍利佛的岩洞非常接近。他是我朋友啊 ，my friend。我记得啊，我去这个Kyoto 京都东大寺吧，东大寺有没有？东奈良啊，娜娜达夫子奈良，去奈良东大寺的时候啊，旁边有一尊宾陀卢，他坐在寺门口的这边，我一看他的眼睛，他眼睛在动，我说哎，这宾陀卢来了，我告诉你要赶快去摸。那时候啊，那个这个叫做日梁跟夜勤啊，这个楼日梁，那个黄夜勤姓什么？黄嘛，黄夜勤啊，楼日梁、黄夜勤，他们夫妇也有跟着我去。那个楼日梁，他胃的毛病很严重，所以人很瘦，很严重的。这楼志良一听呢，他很有灵感。我说：“赶快，你身体哪里有病，赶快去摸，摸他的身体。”他就爬上去，因为那一尊很大，他就爬上去摸他的胃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罗日良的胃就好了。以前啊，他完全不能吃凤梨啊，一片凤梨下去他胃就痛，胃就痛，一片凤梨下去胃就痛，现在可以吃一颗凤梨。我跟他讲，你看宾陀卢现在在，赶快去摸，你身体哪里有病赶快去摸。我那时候还有香港脚呢，我就去摸他的脚，摸一摸，
从那天开始，我没有香港脚。哪一个当兵的没有得到香港脚的？当兵的，我们以前当军人，那个衣服大家集体洗，啊，那所有的内衣裤全部一起洗，一起上一锅一起洗，每个人都传染来传染去，都得到皮肤病，非常多的。因为军中是团体的生活，很多人，非常多的人，每个人都有皮肤病。我得了，还有我的香港脚，还得了一个绣球风。什么叫绣球风呢？不能讲。绣球风，我那时候在香港脚很难治哦。奇怪啊，这为什么起名叫香港脚的？香红公会的，红公会。啊？我香港脚，你讲香港话，香港红公会，我是讲英文。我告诉大家哦，真的香港脚很难治的。好几天他又来重来，好几天又重来，因为我的香港脚就完全都好了，全部都好了，不再复发。罗志祥的胃啊，他摸了那个以后就真的好，他是住世阿罗汉宾陀卢。有多少住世阿罗汉？很多。他是领队，宾陀卢是领队。他原本他可以这个到四圣界的，只因为他乱显神通，才在这个啊被释迦牟尼佛罚住世。他住在这个娑婆世界的阿罗汉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入流，就是住世的，这个是出果，出果是住世的，而无所入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没错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把这六个门全部关掉，这六劫全部除尽。我们在修行当中把这个称为六个贼，六个贼啊，六个贼。那个广东话，这个小孩叫什么？宅？宅老？宅？宅老？宅老宅？宅？跟劫差不多哎，我这个六劫啊，六劫我就觉得是很像这个广东话的这个宅，贼啊，贼不是宅啊，宅是广东话，就是儿子小孩啊，你看吗？先修这个眼睛啊，被色所迷；耳朵啊，被迷鸣之音所惑；舌头啊，被味道所迷惑；鼻子啊，喜欢香的，闻到臭的。啊，拒绝香的就喜欢，这是人啊，人的欲望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就叫做须陀洹，这已经是关闭六劫。就虽然住世，但其实不受五浊恶世的这传染，不受的。
所以我讲这个这样应该很清楚了。所以你读《金刚经》就是要了解《金刚经》的本身的本意啊，很多人懂得都是一天到晚念《金刚经》，早课就念，晚课也念《金刚经》，早课也念《金刚经》，他不知其意。为什么是入流而不入？明明是入流，为什么不是不入流呢？实在的话，入流就是不入流，这是指这个他们须陀洹、须陀洹最重要的，它就是入流，其实它是不入流。其中有很多这种话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你提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今天讲了，你们就明白。虽然他处在五浊恶世，其实他没有用他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去接触到五浊恶世，这个叫做须陀洹，是一个果位，出果阿罗汉。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。在我们西雅图雷藏寺里面，在这里面有两个须陀洹、出果阿罗汉在这里面，你们不知道的，你知道的话，你可以跟他合掌礼拜，他也是应供的。什么叫应供？应该供养，应该供养他。有两个须陀洹住在我们西雅图雷藏寺里面。这是跟大家讲的。我再讲一段好了，还是讲这样就可以了，明天再讲吧。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入流，这个须陀洹名为入流。明天要讲的是一来，什么叫一来？这修行还没有到达恶果。你是恶果阿罗汉，名叫做一来。哦，他这里写着一往来。这个留着明天讲嘛，明天我跟大家讲的清楚一点啊、哦，跟大家讲，因为先讲入流两个字很难，你去问。问人家常常念《金刚经》的，请问为什么须陀洹叫做入流？入什么流？他们有些人不知道啊。既然入流了，为什么叫不入流？因为他关闭了六劫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所以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就不被这六种色声香味触法所迷惑。达到这种境界的叫做须陀洹。这样有了解吗？明天再跟他解释什么叫一往来。这个一往来哦，你问那个念常常念金刚经的什么叫一往来，他也许还不知道呢。
为什么一往来又是不是一往来又不是一往来，什么意思？我明天会跟大家讲，讲得很清楚。